想你分分秒秒，每个呼吸，每个心跳，念你只愿相见，不愿分离。记得我们有约。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呢林瑞雄上午是到台南参加了造势活动，这是他第一次呢单独来出席造势活动，没有宋楚瑜的陪伴呢，随扈一度呢要帮他来挡记者，他还呢做手势来阻止，不对于记者问话他有问必答，展现十足的亲和力。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一下车，记者上前访问，随扈见状要挡，他做手势阻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问好了，请问一下那个首次阶段补选啊，近期再讲，近期再讲，近期再讲。林瑞雄展现亲和，对于记者问话，他边走边答，最后干脆停下来，直接受访。买一块那唔对啊，因为大势已去啊。无买人就袂兴紧张，会晓倒倒分就蛮算，啊做三单做啊，无在规个国家拢可以啊。气氛先生立法委员，超过要自信六十趴，正个选票要拢可以，伊竟然做安尼，二二三三，但我怎啊二三，但我怎伊无能。林瑞雄痛批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记者问一句，他就答了一分钟，之后上了台面对支持民众，更是话夹子一开，停不了。太无搞，我知影，也无经验，也无啥物，变咱做会行。但我知影种水的，逐当会做新政、做新书记、做外好，但我知影有能力的。阮这报那个民意的调查，知影80%，要希望。讲到口沫横飞，林瑞雄的口水都喷到嘴唇上了，还继续讲。不同于其他政治人物的发言，他的说话速度明显快很多。第一次没有宋楚瑜陪伴，单独参加造势活动，他不时的双手交握耸肩，小动作一堆，看得出他的个人处女秀很紧张。追水来观众，元芳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